它好吃哦。什么令诶？挂挂挂挂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malling， 今日是我生日的头前一天，所以 Miss Fan 就要带我去吃好料。我这个人吼，就是无啥物物质的需要的，我大概生日的时阵拢是吃好料，无啥物特别了。今麦就去吃 ，Let's go。Miss Fan 点菜给我吃，这个就是生的古迹，现在就来烘咯。哇哦，赞哦，腿三角，腿三角喷汁耶，好吃好吃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唇齿留香耶。这个牛排不错哦，花椰油花就油耶，你看它的切面看起来就有够水，有够好吃耶，好期待哦。啊，它好吃哦。哦，这个有咸咸的香味耶，蜜汁烤肉的感觉，这是贝帽肉，就是我在讲，这个油很好吃的，这个都是油耶，难怪这么好吃，这个虾啊当作演阿妹 ending， 有够大诶！今日就多谢 Miss Fan 咯。哇，肉质足好诶，足鲜诶！我是虾仔达人诶。你敢是准备变虾仔达人？若是虾仔食起来粉粉诶，就唔好食。但是吃起来有嚼劲的就好吃，这个就是有嚼劲的。Miss Fan 上外的玫瑰鸡蛋糕，假的寿星甜点嘞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这个是老干杯招待我的，大家敢知？其实看台语频道的开场是 Miss Fan 会哦，这个怎么这么不像我？今日的生日就到这咯。其实只是第一集而已，明仔再继续奋斗，明仔再见，拜拜。